即係我真係去做健身啊或者跑步嗰啲運動，因為佢翻工咧都揾到下錢嘅，咁都幾高級下嘅。欢迎收睇港男港女。嗨，嗱，有一个问题啦，系咪喺感情上等努力就肯定会有回报嘅咧？啊，系、哎、啊，好悲哀啊！你呢个零头里面有好多辛酸，有好多眼泪，我见到，我醒起一句歌词，眼泪在心里流。唔好意思，系咪太贴切啊？会唔会整喊你？唔会，唔会啦。阿姐，阿姐，我咩经历过咁多风风雨雨，系嘛？系，哎呀，唔好意思啊，死啦，冇嘢嘅。off 咗 camera 会唔会俾你打？系，继续。点解？因为经历过你就明白，唔系话你投放咗几多少心机、时间、心力，嗯，认真就嗰样嘢系一定如你所谂咁样回报你。冇乜回报咯，其实嗰件事唔系我一个人嘅失望，系两个人都发现大家唔能够继续行落去。系、我今日主题咧就讲一个吓，佢、自称一个厨房佬啊，咁佢嘅努力，咁啊佢讲啊，凭住我自己嘅努力，咁啊赢得对方嘅芳心啦，咁、样。咁咪好咯，哦，开心嘅嘅。我谂系嘅。咁你头先问到我咁唔开心嘅？唔系啊，我问系你自己话唔系，先至搞到唔开心啫嘛。我突然间又系我唔啱啦。唔系。唔系唔敢讲，诶，咁好喎，咁啊好咯，系，咁我哋听下佢个故事啦，阿威威，好，哦哦，威威，睇下你有几威先，喂，你好啊，系 ，OK， 好好啊，系咯，果然做厨师系唔同啲嘅，即系可能要嗌单啦，出单啦，即系咁样，我即系抛下锅嗰啲啊，咁跟住你点样努力咧？跟住点样就呢个努力做啲乜嘢？喺度工作，努力工，唔系可能系啊，努力工作。咁即系应该唔系打嚟搵我哋，唔知啊。咁啊，又点样得到呢位女士阿 Susan 嘅芳心咧吓？嗱，我个古仔咧，我系想讲下咧，努力咧系会得到回报嘅。咁我咧就差唔多40岁啦，系即系做厨房啦。咁老实讲，翻工咧就辛苦，赚钱又唔算多。咁啊，辛苦翻工啦，咁样努力翻工之后，我都咧而家即系早几年开始咧，都有去做下健身嘅。咁早排咧，我又识咗个 OL 啊，咁啊，佢真系几唔错噶吓。咁老实讲，我就份人冇咩优点啦，我自己。咁我又唔系特别话咩细心啊，识氹女仔啊，我自问喺床上面嘅功力都唔错嘅吓。即系呢样嘢咧，就系我同佢比较夹得嚟嘅嘢啦，咁样。哦，诶，跳得咁快咁咯，咁所以咧，你识咗佢之后已经同佢一齐噶啦，已经好夹添。你而家讲到系系啦，识咗佢之后慢慢去到嗰度啦，咁去到呢一步啦。咁而家都依然系放工有阵时或者翻工之前咧。咁我都会做下啲运动咁样嘅，维持下我哋呢段关系嘅，即係我真係去做健身啊或者跑步嗰啲运动，因为佢返工呢都搵到下钱嘅，咁都几高级下嘅，佢又搵钱多过我，咁佢又间唔中呢又会俾返啲零用钱我使下咁样嘅，咁啊等我又生活得松动啲咁样啦，咁我近来呢都住埋咗一齐啦，咁屋租呢佢都俾埋㗎咁樣，所以我就想讲做健身呢个努力係有回报嘅。讲嚟讲去你嘅努力係讲努力做健身。哦、我以为佢。唔係努力返工讲緊。唔係，我以为佢努力地追过追求过 Susan。係啦，所以就话俾大家听，即係即使你嘅職业唔係好高级。係。都可以嘅，系都唔紧要嘅。你嘅努力咧，你嘅志向高就得噶啦，就可以赢到放心噶。唔系讲紧呢样嘢，佢系讲紧佢努力去做健身。即系我放工咁辛苦之后啊，我都走去做健身，咁所以咧令到你嘅女伴啊 Susan 就好满意你。系啦，你哋系点咁？佢都唔单止系呢个有啲特别嘅，系朋友嘅朋友嚟嘅，生日嗰啲聚会啊，出现嘅时候就识嘅。OK， 即系都好快地都成功追求到男朋友啦。都系噶，佢都
是比较主动的。是。咁你头先话你嘅努力有回报，咁你努力做 gym， 即係话意思係话你努力做 gym， 咁样就强健体魄啦，跟住你房事又同佢好夹啦，咁所以佢就好满意你啦，咁样係咪咁嘅意思呢？即係除咗呢样之外呢，就係、是、即係我而家在工作上面，即是工作以外我都有去做下运动的嘛。持之以恒的这件事呢，咁其实是对我们的关系或者对我自己来讲都是有回报的，咁样我觉得是非常之好。这个恒心啊、即可能都是另一半欣赏他的东西咯、即欣赏威威的东西咯。不过我又觉得咁讲啦，厨师呢其实都不一定话即冇进步的空间的。其实我觉得如果你是即为两餐而去做厨师，同有些人真的啊好想或者我对整嘢食有要求的，其实迟下有机会你可以的咪去开属于自己的小店咯。即我知道即厨师即就不是很多个大厨啫，咁茶餐厅个厨师又不是真的很多个或者很多个职级。咁但係你可以去第二间机构嗰度做厨㗎嘛，虽然我唔对厨对厨艺唔係好熟行啊，即会唔会都有其他公司或者其他地方有更加发展到嘅空间都讲唔定嘅。女朋友 Susan 系咪都好满意你各样嘢啊，定係点啊，定係佢仲有其他嘅要求㗎嘛？佢都好满意㗎，其他嘢都即係例如请人我都会煲下汤啊，煮下饭俾佢食嘅，咁咁我拿手啦，咁样佢都好开心㗎。多谢你故事分享嘅，係啦。好啦。好嘅，多谢你，拜拜。好好好。拜。拜拜。我几得意喎，即係佢我以为佢要分享啲好惊天地嘅，即系好追求嘅嗰个热烈，系啦，系，我都以为点样我追咗佢十年八年，今日系啦，原来唔系，咁啊，即系今日嘅小故事嘅分享就系想话俾大家听，努力系有回报嘅，佢咁讲。是会有别人欣赏的，是你另一半是会喜欢的，是哪怕好像做 gym 这么个人的事人家都会看到的。但千万不要告诉我的努力和持之以恒看，不好意思啊，咁啊，即系另一个我哋观众里面应该冇咁渣，冇咁低层次的人在度啊，系咪先？好啦，各位观众，如果喜欢我哋的故事咁啊，分享俾大家其他人睇啦，咁啊，亦都可以咧就系 WhatsApp 我哋，咁啊，同我哋分享你嘅故事，你嘅故事系啦，咁啊 WhatsApp number。或者我哋条片嘅文字描述下方嗰度嘅，咁另外有另一条 link 咧就可以加入成为我哋嘅会员，咁成为咗我哋嘅会员之后咧，咁其实即系好耐都冇讲过啦，就系、是、可以睇到我哋full version 嘅片啦，因为其实而家系有剪辑版同埋 full version 版嘅，咁全片嘅长度咧都会因人而异嘅，即系有啲系长啲，有啲可能就会特长嘛咁样啦，咁就可以喺会员专区嗰度成为咗会员就可以会员专区度睇，咁另外咧亦都可以加入我哋嘅 TG group， 咁啊同其他嘅会员一齐倾下偈啊，即系谈天说地咁样都 OK 嘅，系啊。大家如果系有兴趣做演员，我哋嚟紧咧亦都会制作一啲短故事嘅，咁啊有兴趣咧 WhatsApp 我哋啦，咁啊记得如果仲未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咧，咁啊唔得噶啦，快啲 subscribe 揿粒掣，揿咗我哋 channel， 咁啊开埋个钟仔就会下次有影片咧就会通知你噶啦。系啦，咁我哋下集见啦，拜拜。拜拜。